摸鼻子有点技巧，抽一下位置，下巴的位置。我爱你，我要亲一个。啊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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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姐夫也知道你在对呀、啊。第一阶段就是丰田涛汰。我个人是很喜欢对女生撒娇的。哦。对女朋友，如果那个人是短发的话，更加分。哦，可以。哇，你根本就在跟阿纪告白、啊。对对对。所以我很好奇，他说可以让我撒娇，你会怎么撒娇？我要抱抱。你笑笑我，笑笑我。那你会用塞奶的声音说我爱你吗？怎么样？我爱你。我要亲一个。啊！咕咕咕咕咕咕。哎呦！天哪！好丢脸哦！我要回去。我的舌头很长。哎呦喂！绝对比你们想象中的更长。真假？啊！哦。很长哎。嗯，很长。摸鼻子有点技巧，瞧一下位置，下巴的位置。啊！哇，好可爱哦！那你现在可以碰到我这里吗？碰不到啊！你看吧，厉害，加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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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起来。那种撒娇的那种眼神呐、啊。我做不出来了，你头戴的眼神，抬头的时候那个表情有点可爱，抬头加撒娇，对撒娇的那个脸，哇，仰望哦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前面是瞪我哎，我觉得不然跟以威示范一下，哇，好紧张哦，可以这样子吗？你如果太你怕你太高，你就八万。嗯，你说我怕我太高，我就对对，就可以更仰望了。真的假的？好好，那我蹲低，我蹲低。哎呀！职业配手。冷静哦，冷静。没啦，没啦，你不要那么低啦，来再来。我要跟他差不多高，我同意。等一下，你刚蹲的有点低了啦。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就是那边唱歌嘞。好好好，你把头摇啊啦。你好，你好。有，那表情有重。但我只记得他的胸部哎。我眼神一直飘，一直飘。飘完电影要干嘛？去motel啊？那我想选你。去motel谁付？谁付钱？motel谁付 ？AA 制好了。还 AA 制？姐妹吃饭对呀。几百个小几百几百块就可以搞定了。吃饭去他们日式料理好几千块。但很怪啊。女生跟你去那里，没说我要去冲啥，我搁跟你开机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这样不要吞口，真的丢脸丢脸。真的真的真的，换人。第一阶段就是丰田淘汰。选丰田。啊！哇！